好了，我现在简单讲一讲关于圣灵充满，让我们了解圣灵充满的这些经历。首先是圣经说的，圣经已经说的，啊，圣经说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啊经啊，啊诗篇三十四篇八节一起读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经文说神 是不是可以经历的，可以尝尝他的滋味。我想问你，你们自己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平安轻松喜乐临到你身上？以前在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啊？有啊。听见神赞美主有没有啊？但后来为什么有些时候没有了？为什么后来没有了？为什么刚才有了？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对神的看法没有保持这种欣赏的高度的欣赏。神是极度 美善的，我们每一样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人有思想有感情，是不是很奇妙啊？有感情，你认识一个朋友，你跟他沟通，你就有感情，是不是？有人接纳你，你就觉得很开心。你看到有些人对你笑，你就很开心。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什么人有感情呢？因为神有感情，神是充满感情的。你看到狗，你的狗见到你回来，他认得你吗？他会不会忘记你啊？不会忘记你。他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谁了，是不是？你的家中有不同人，有些对他好，有些对他不好，他知道谁对他好吗？他知道。然后谁对他好，他就对他好，是不是？但狗还是其实非常好的，就是主人不太好，他还是对主人好，这个是非常好。这是因为神的美善，我从很多东西都看到神的美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会经历平安喜乐呢？因为神是平安喜乐的。你有没有想到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好像一种平安轻松力量进入你的里面，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啊，信耶稣真美好。但很多就是没有保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犯罪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但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罪，很多苦恼，很多憎恨，不饶恕啊，不开心，就是里面很多垃圾。这些垃圾就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垃圾的话，你祷告你的心也不开放，是不是？你的心里面就很多苦恼，很多拦阻，所以你不能尝尝主恩的滋味。我分享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学习，到底我用什么方法呢？我告诉你，方法就是这样。我从心里很喜悦神，我觉得我所有都是神的，我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现在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有多大年纪，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不知道的你猜一猜我有多大了。我有72岁，但你听我的声音很明亮，我的弹琴的手指也没有慢下来，都是很自由的，都是很轻松的。这个是神的同在的祝福。我就纪念神， 我一天多次的赞美主。刚才老师跟你说话，我在坐在哪里啊？哈利路亚，就是整天都是放下垃圾，所有不好的事情人啊，例如这是一个人不好的，你周围有没有不好的人呢？他们习惯，有没有习惯骂人呢？他们习惯骂人，你需不需要整天跟他吵架？
吵架有没有益处啊？你越跟他吵架，你就越不开心，是不是？所以垃圾不要吃，但很多人整天吃垃圾，啊，他对我不好啊，哎呀，他真不好，所以他们常常去尝尝人的不好。这你说什么？尝尝主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因为我们很多人不去想着神的美善，不去想着人的美善。我去常常想着神的美善，也想着人的美善。我看到老师他有这个心，帮助孩子、少年人，帮助成年人。我也看到他怎样帮助有这个恩赐，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礼物，神给他的礼物，我就欣赏。我跟你们一起相处，我也觉得很开心。我看到李姐妹她现在不在，她很努力的为我们预备午餐，她很劳苦。我希望我们都去帮助她，有空的话都帮助她，让她知道被支持。你跟与她一起，不但是她做，每个人都做。我看到弟兄他常常照顾这个地方，你也跟他一起帮助照顾这个地方，这样这个地方照顾好，好不好啊？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很快的破坏啊？不要。这个就是不要让垃圾进入你的生命，垃圾进入你的生命，你就不能尝主恩的滋味。你的里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整天想啊，我的老公老婆真不好啊，啊，我的孩子不听话啊，这个世界不好啊，哎呀，很多困难了，都去想这些东西。我也遇到困难，但我选择只是去处理，我处理了就放手。我整天去想着神的美善，想着人的美善，想着怎样去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去让你们看到神的美善，然后我就带领你们进入神的同在。神也给我这个恩赐，我希望训练你们有人能够弹琴，我用很多时间去操练的，是不是很重要啊？是不是很重要啊？能够这样弹琴，是不是很重要啊？是不是要用时间去操练呢？要，不用时间就没有果效，是不是？我用曾经用有些时候我一天六七个小时操练，而且很重要是神赐的智慧。就是我的意思是我的生命我是很小心保存在神的恩典，思想人的美善，思想所有的资源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我处理了就放手，常常主恩的智慧也放在记忆里。我告诉你，我很多很多的经历。我曾经有一次在高速路上，这个路当时是很晚上，很晚的时候，很黑，然后没有下雪，就路很平，就好像没有问题。但有一点，可能有一些冰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很黑。整个路上都没有冰没有雪，但这个地点这个冰在路上，我的车就转，从一条线转到另外一条线，再转到另外一条线，然后停下来，马上有一部很大的货车在我旁边走过。如果我迟 0.1 秒，我已经去了天堂了。我就说，神啊，不是你保守，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多不同的经历，有一次我拉一个闸，我以为很快的束我的手，但这个闸很快的将我的手指卡住，我痛了几个月。我就想，如果当时大力一点，我已经没有这些手指，已经不能这样弹琴了。我就感谢神，我还有这些手指。我每一次见到什么神的美善，我都放在记忆里，我都告诉人。有一次我走路在山路上，有一条藤上面有很多刺，
这个刺打在我的眼的旁边，如果打在我的眼，我已经没有一只眼了。我就说，神啊，你真美好。我想问你，你们有没有将神的作为放在记忆里？有些是这样的啊，神做这些好事啊，但现在我有困难，我就埋怨了，以前的好事都忘记了，现在啊没有钱啊，哎呀被人骂啊，哦，就总是看现在的困难，但现在的困难有一天都要过去，是不是？但很多人总是看着这些困难，所以整天都是充满垃圾。我想问你，你的内心是充满恩典还是垃圾？你现在充满恩典。好的，我希望你回家也是这样。好的，我问你，如果你的老公回家骂你，你的周围的人骂你，你怎样处理的？你就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不能伤害我，我有神就足够。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神是可以经历的，然后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14:27，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当你祷告，有没有感受一种平安啊？好像瀑布哦，平安来到，有没有啊？这个是可以经历的。我请你出来，我示范一下，闭上眼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感谢天父，耶稣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灵，耶稣来到我们身上，耶稣来到我们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我想问你，刚才有没有什么感受啊？感谢天父，有一点吧，有点平安。平安，是不是有些喜乐？喜乐。你呼叫耶稣，耶稣，耶稣，是不是喜乐又出来了？出来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心门打开，耶稣就进来，是不是？但很多人是这样的，心门是关担心，所以心门不打开，不打开，神的恩典不能临在。他们整天都说啊，我很惨啊，啊，人对我不好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放在哪里。然后马太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神就叫有重担烦恼，神总会解决。我告诉你，我也曾经经历很大的困难，不要以为我的一生都是平顺的，其实我的生命经历很多的困难，我就是在这个困难，所以我学习处理生命，我有这个教导轻松得胜，怎样处理所有的垃圾，不被人影响，常常在神的爱中，就放下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我有这本书，上次我会带来的。然后罗马书5:5，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刚才有没有人经历神的爱啊？有谁刚才经历神的爱啊？这个小孩子也举手过来，大圣。后面的孩子也过来，走过来，小孩子分享更宝贵，可不可以形容一下怎样经历神的爱？刚才讲出来，说出来，说出来，刚才怎什么样经历神的爱？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刚才牧师，就是刚才按手给我祷告的时候，就不知道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我感觉什么东西在往我身体里边冲，像你上有力量冲向你的身。好的，你呢？我感觉心里很喜乐，很平安，感谢天父。现在我再为你祷告，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耶稣，感谢天父。那我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做什么了？我的心灵就好像飞到神那里。耶稣，感谢天父。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你看这个孩子，他特别的敏感，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推动你的身体的？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约翰、扫罗见到耶稣就跌倒在地上，然后在 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就会感受一种力量推动你啊！哈利路亚！现在闭上眼睛呼叫耶稣，耶稣，闭上眼睛，耶稣，大声呼叫，大声，耶稣，耶稣，耶稣，大声闭上眼睛，耶稣。耶稣，有没有什么感受？感觉有东西从身体里释放。有什么？有东西，好的东西从心里面释放出来，就走了。哈，你呢？感觉心里很平坦，没有忧虑。嗯哼。好了，闭上眼睛啊！耶稣，哈利路亚！那我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什么话。是我的灵飞到神那里，闭上眼睛，哈利路亚，就好像我的灵飞到神那里。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有没有感受什么啊？就是感受到一个力量出来了啊！感谢主啊，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好了，你们回去啊，祝福你们。这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神是可以经历的。有些人以为神是坐在天上，不会理我们。神是现在就在这里。你爱慕神，放下重担烦恼，常常欣赏神，神的平安、喜乐、爱就临到你身上。这个需要保持。我用一个比喻，你的朋友没有见十年、二十年，你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有些陌生的感觉啊？但很多女生都是陌生，很陌生，因为很少亲近神。读圣经没有心，怎样读圣经有心呢？我示范给你看一看啊。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神啊，你是安息的，你是，我们就思想每个经文都思想神的属性，他的性情，他能够叫我们安息，就是代表神是不是很多烦恼啊？如果神是很多烦恼，他能够叫我们安息吗？神是很轻松的。神要做的事情多不多？他有很多很多事情不停的做，非常的繁忙。但他里面是不是很繁忙啊？很平安轻松。所以我思想每一个经文，神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神是自己是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平稳安静，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他有无限的力量，所以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同时做所有事情，但同时不繁忙，很轻松。所以你来到他面前，你就可以经历神的平安、轻松、喜乐。为什么我为你祷告，你们有经历呢？是因为神的同在带来的。神的同在现带给我，就是我多亲近神，神的同在就留在我身上。我想到每一个经文，我都去思想神有什么本性。他的本性是他的安息的神，他是平安的神。虽然他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但他完全的不繁忙，他很轻松面对所有困难。虽然很多人拒绝神，神不会被伤害，神
说这是你的问题，我不需要被你伤害。所以神里面还是平安。所以当我们经历神，当这个布道家1998年为我按手，这个经历，他按手这个爱，这个能力很大的进入我的里面，这个人真的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每一天聚集一群人，很大群人，很投入的祷告。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在你的教会，你的家庭，你与一群人宣告神的美善，神是很美善，神很爱我们，我们就感激神，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平安就临在你身上，你每一天这样做，神的同在就停留在你身上。有些人说，刚才有姐妹说，我就是说，弹琴他已经感受能力了，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每个经文我都细想，常常主恩的智慧什么意思呢？神什么本性呢？他是充满各样的智慧。就好像你吃东西，吃的东西都有不同的味道。神的里面有爱，有平安，有喜乐，有轻松，有能力，有怜悯，有智慧，所有一切好的东西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味道真是极美好。有一天你去到天堂，你去到天堂的时候，哇，呜，这个爱，呜，这个喜乐，哈哈哈哈。我告诉你，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去天堂，他们形容他们去天堂。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天堂，然后他现在已经其实他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但当时他记录的时候可能是50岁，他形容他可能20岁左右的时候，他说当时他见到神的爱，像见到耶稣在天堂，然后这个波浪从耶稣那里涌过来，他以为因为他是紧紧得救，他临死的时候紧紧的祷告，所以他死的时候先去了地狱，然后后来有光将他拉上天堂。他上了天堂，后来见到耶稣，然后他见到耶稣，耶稣的波浪就涌过来，他以为这个波浪要向他打回地狱。他看到这个波浪过来，但他说当在这个波浪过来的时候，他说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流泪，他说你永远不会预备好遇见耶稣的，这个爱就涌过来。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当时已经50岁，他说的时候就马上流泪。我见到这个是真实的流泪，我就说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我们会说我不知道可以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平安喜乐，他的智慧能力，他每一方面都这样完美。所以我希望你看经文都看到背后神的美善，神有什么智慧，所以我们能够尝尝他的智慧。我用一个例子，这个人常常吵架，你来到他身边感受什么呢？你感受 不平安，你感受不开心，你感受被他伤害。这个人带来是什么呢？伤害，不好的东西。但神你来到他那里，你会感受神的平安，神的同在。基督徒满有神的同在，也会有这个同在的。我现在请这个姐妹白色的衣服的过来示范一下啊！我现在不去祷告，过来，你闭上眼睛对着我，我现在不去祷告，没有开声，你就去感受一下，当我站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就心里面你感受一下，当我继续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他的里面会有没有什么感受？哈利路亚！我不去为他按手祷告，我就去在谈话。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天父。好了，我就问你啊，我这样站在你旁边，你有什么感受了？安全。很安全。有没有感受力量推动你啊？有。有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周围。谢谢你啊，谢谢你。你呼叫耶稣一下。耶稣。大圣。耶稣。是有喜乐走出来啊。对对。所以大圣。耶稣。耶稣。你们这一期会有很多人经历神的喜乐，我告诉你要保持。谢谢你。我告诉你，当我经历喜乐那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不停的保持，我不停的赞美主，在路上，在车上，我不停的赞美主，但我想笑，但我不出声，这样笑，我要保持，我不要失去这个喜乐。回到家中，我也不停的呼叫耶稣从心灵深处，然后我就保持这个喜乐到今天。我每一天，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身体就带着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周围就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很美好啊？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一个经历，我去一个聚会，有一个外国人走过来对我说，他见到我的时候，见到荣光在我身上，他说他不是见到很多人有这个荣光的，但当时他见到我就走过来，我就拍录了他的见证。他就说他就看到这个荣光在我身上，我感谢神。 我不是说我是好，我是说是神是好，神给我的恩典，我珍惜神给我的作为，我就珍惜，我珍惜我就保持，保持就继续有神的智慧在我身上。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哈利路亚。整天不要让垃圾停留在你身上，整天有神的爱，神的平安。好了，另外以上书六十一章一至三节一起读啊，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安慰一切被爱的人，喜乐由代替悲哀。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同在带来医治。刚才有没有人在这个祷告时候感受安慰医治，心灵的安慰有没有啊？刚才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举手。这个就是神带来的医治安慰，神同在。所以教会很重要，你们听清楚我说啊，教会不但是宣讲神的话语的地方，教会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很重要。有些地方他们讲圣经但没有生命，教会就没有神的同在，因为他们不相信，没有活出来，他们的生命也是很多破碎，很多烦恼。但如果你整天都在神的同在，教会就有神的同在。你想吗？想。你们每一个都可以保持的，每一个都可以保持。我告诉你，我当天经历，我马上就保持。然后我为教友祷告，他们就也经历圣灵。然后他们有些为人祷告也经历圣灵。我们这次来的两个姐妹，他们为人祷告都经历圣灵的。有一个姐妹常常见到耶稣的，另外一个她经历好像去到三重天的。他们都有特别的经历的，因为他们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亲近神。我希望你们在教堂里面不但去讲神的话语，讲的时候必定是荣耀神。你听我常常说神怎么美善，什么美好，神怎么充满爱，充满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思想神的美善。所以我有这个教导叫
神属性讲道法，神属性查经法，任何经文都 找到神的美善，我们的言语也常常讲出神的美善。当我们讲出神的美善，人听的时候，人听的时候就会心里面就会被感动，也一起投入的亲近神，神的同在就临在你的教会，就会有神的同在。这个需要时间建立的啊，你就去每一天找几个人一起投入的祷告、赞美主、跳舞，想到神就美好，好像大卫在神的约柜面前跳舞赞美主，哈利路亚。神也给我一首歌，飞呀飞，飞呀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飞呀飞，飞呀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跳呀跳，跳呀跳，跳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跳呀跳，跳呀跳，跳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因为神这么美好，耶稣说什么？进来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忧愁，是不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是忧愁。但有些他们整天都是忧愁。神是想我们怎样可以喜乐的？刚才我说了，我们亲近神，神就喜悦，他因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在这里经文，你回家将这些经文都读熟背诵，都应用，神因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神会欢呼，那我们应不应该欢呼啊？神这么开心，但很多基督徒、很苦啊。为什么呢？常吃垃圾，整天吃垃圾、垃圾好吃，整天就是吃垃圾。我们就要说不好的东西不要想，我就去祝福。这样的话常常在经文都找神的美善，所以这些经文都讲到。那我再看一次每一个经文哈，神是充满各样的滋味，神是充满平安的，他是平安王。Shalom， 这个平安非常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我有一次为人祷告，我祷告完，我问他你有什么经历啊？他说啊，你还在这里啊？我说你以为我去了哪里啊？我去了一个地方很平安的，好像有瀑布流下来，很平安。我以为我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神是充满平安的，是世外桃源，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进入神这种高度的平安。他也是很轻松的，他也是充满爱的，他的爱在他里面涌流出来。所以你越亲近神，神的爱就在你里面涌流出来，永远都充满爱。但你可能说我回家就没有爱了，回家就有吵架了，怎么办呢？你尽量去善待他们，对他们好，尽量用柔和的方法与他相处，这个家庭就更多的平安了。然后他医好伤心人，因为他是完美的，他去到哪里，哪里就有平安，完全的医好。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庭离婚了，我的父母离婚，我的爸爸有婚外情，我的后母来了之后常常骂我们打我们，我就开始做梦，而且梦游，我在睡梦中起来，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开始的，后来越来越严重，有一次非常严重。当时我已经，其实我已经在圣经大学了，但我还是做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我建筑一堵墙壁，我建造这个墙壁之后，发觉我在里面，你做这个墙壁你在外面的是不是？但我发觉我站在里面，做完这个墙我就在里面困住了，我就很怕，我就打这个墙，然后就因为这个是在外国的，这个墙不是硬的，打着打穿了，穿了一个洞。这个就是我曾经有这个梦，就是，但神医治我，神一步一步的医治我，尤其是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一步一步的医治我。所以我希望你们里面有伤害的，你被神医治安慰，帮助你将里面所有的忧伤医好。他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神在医治他，啊，神安慰他。求神医治哈，我们持续为他祷告哈。所以这个刚才所说这些，就是说神是可以经历。我现在去解释为什么刚才我们有这个经历，然后啊，我们也说一说这个经文，圣经里面有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一起读哈，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信放人，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小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想问你，谁可以为人按手？根据这个经文，谁信他的人是的，信的人必有什么随着他们？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然后手啊，说信放人，手能拿蛇。那说信放人，我想说一点：如果你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赐给你放人，这是好的。但不要模仿别人说方言，不要听到人说你这样，跟这个就不是方言。是圣灵充满你自动出来的，才是方言。不是自动出来的，不要。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你们每一个都是讲方言，但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讲什么，他们就去模仿，随意的说一些话，以为是方言。方言不是这样，方言是圣灵充满带来的，所以这个不要勉强。但如果你有方言，你信天神的时候流出来就是好的。我告诉你，我那一天开始有方言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一个牧师叫另外一个人说，他说因为他知道他说方言的，他说你说方言，当他说的时候我的口就震动，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因为我现在我随时想着这个口马上力量就来到这个口，就开始震动，就开始有这个方言了。这个就是自动来的，不是模仿的。然后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这个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平时做的，不要平时就说啊，我看看拿蛇有没有什么后果，不要，就是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才做的。然后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谁可以为人按手啊？信的人就可以，但很重要，你必应处理生命。为什么呢？如果你有罪，你活在罪中没有悔改，你为人按手会影响别人的。所以呢，你自己要洁净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神里面有很多美善的恩典，我们在罪中就破坏神的美善，我们就失去神的大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神所有的福气，我不要失去任何的福气，所以我就全心爱神，全心爱神，放下所有的罪，任何罪都不要，有任何罪的意念，有憎恨人马上说，憎恨人就有破坏性，我不要憎恨人，有罪的意念马上就处理，有烦恼马上说，
不要烦恼，我信靠神。有一念，马上就说，一念就破坏我的生命。有些人看到美女，啊，就眼定定的去看了，这个就破坏了。他们不知道，他说我只是看了。但你看，心里有一念，魔鬼就偷窃、杀害、毁坏、破坏你的生命。所以任何的罪都有破坏性。但有些人说很难很难，你就告诉自己，你想不想神 全然的祝福你？你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吗？他是掌管所有一切的福气。你想神祝福你，你就全心的爱神，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一样，神就提升你的生命去到高的层次。但如果我们容许罪破坏我们生命，魔鬼就来偷窃、杀害、毁坏，很乱的婚姻就破裂、吵架。你的家庭是不是充满爱，还是充满吵架的？你就回家悔改，求神帮助你。结果你的生命处理好，常常亲近神，你就会为人安守。你可以问他安守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起初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受，但你就去一起多祷告。你多祷告，你感受力量。我告诉你，我自己会感受力量的。我想着耶稣，我想着耶稣，这个力量就来了。我如果不站住，我就不能站稳的。这个力量我放松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想着耶稣，神的能力就来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越多亲近神，你就马上感受神的力量。我里面经历几方面的，一方面是喜乐涌流出来，另一方面是推动我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是好像有能力流过我，里面也有爱，也有感动，也有火热的心，都是神给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同的程度的经历的。然后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证实所传的道。神迹不是为了神迹，神迹是为了传福音，建立人的灵命，帮助人信神的话语。神迹不是彰显自己的能力，很重要。你为人祷告，他们经历，你就将荣耀归于主，全心的将荣耀归于主，很重要。有些人是这样的，祷告完，啊，这个人精力很大，啊，荣耀归于主，但是里面啊，我真厉害呀，啊，我真厉害。你这样做就是白做，白做。很多人侍奉是白做的，为什么呢？他们将荣耀归于自己，或者是有罪。就好像你建造房屋，你会不会这样建造啊？你一天建造，第二天就拆毁，会不会啊？第二天建造又拆毁，会不会这样建造啊？有些侍奉是这样的，他们一边侍奉一边骄傲，一边夸耀自己的作为，一边控制人，一边发怒。他们就去白做，而且不但去白做，有一天神可以说我不认识你，有些人是神不认识的。所以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我告诉你，我不敢骄傲。如果我骄傲，神又将这些恩典都拿走，我不要失去任何一样。我所得的你为我取手，神啊，我所得的你为我取手，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有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将荣耀归于主，完全的顺服神，这是最智慧、最美好。我告诉你，我弹琴，其实我很多弹的方法都是神教我的。我是弹啊弹啊，神就教导我。我讲道也是这样的，我起初讲道不是这样的，我以前讲道不是这样，但现在很轻松的，很轻松，也享受，也有力量。我一边讲一边很享受的，我一边很享受，
因为神的同在在我身上，所以我一边讲道一边享受一边有力量，好不好啊？我不会觉得累的，我讲道不会觉得累的。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证实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帮助人经历圣灵，就说这是神的工作。你相信耶稣吗？你为人祷告啊，有经历了，有没有平安轻松啊？有啊。你看耶稣这么证实，你想不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啊？他想，你就带领他悔改信耶稣，这个就是目的。如果他是基督徒，你就说你想不想将来为人祷告也有能力，你也可以的，你将来可以帮助人祷告，他们也经历圣灵，你想不想啊？你就训练他们怎样为人祷告。所以神迹可以帮助人信耶稣，也帮助基督徒更爱主和侍奉神，你们都可以的。我希望我下一次来的时候你们都说，哇，我现在有很多神迹了，我现在为人祷告他们都经历圣灵了，我就看到神真的很与我们同在了，我也不敢犯罪了。我希望你们都告诉我啊，我现在不敢犯罪了， 不敢烦恼了，因为我知道犯罪就破坏了，但我现在神给我很多恩典，我就继续跟从神，神就继续提升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去到更高的层次了，是不是很好啊？好，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哦，时间到了。啊，其实我想这样讲这个，或者是下午讲，现在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午餐了？哈哈，好的好的。下午才讲，其实太多了，太多，因为我就去讲一部分，啊，如果你们有问题的可以问我。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你留意一下，现在因为你们的心开放了，你们站在你的地方也可以，可能会感受，但过来更好，你们过来好不好？过来，站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你一边你留意，一边你一边来到的时候，你感受一下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耶稣你真好。耶稣你真好啊，你真美善，每个都闭上眼睛投入。耶稣啊，我们全心的爱你，我们全心的爱你，我们仰望你，仰望你，闭上眼睛。哦，耶稣啊，闭上眼睛，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闭上眼睛，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每一个专心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啊，释放我们，叫我们完全的轻松平安，哈利路亚，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平安，
哦，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哈利路亚，神真美好，耶稣真美好，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主耶稣爱我，耶稣，主耶稣爱我，想着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主耶稣安慰我，安慰我，主耶稣安慰我，主耶稣安慰我，圣经上告诉我，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圣经上告诉我，耶稣啊，你真好啊，你真好啊，哦，主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帮帮我，圣经上告诉我，主耶稣啊，你真美好啊，主耶稣安慰我，主耶稣安慰我，主耶稣安慰我，圣经上告诉我，主耶稣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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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圣经上告诉我。现在你们闭上眼睛，我为你们感谢灵，看看有没有人有反应。如果你我讲感谢灵的时候，你感受心里不舒服，你的心里面好像有些东西堵住，或者身体不舒服了，你就举手哈。奉耶稣的名，里面所有的你们首先跟我说几句哈。奉耶稣的名，我断绝所有偶像的关系。我奉耶稣的名，我断绝所有与偶像的关系。我奉耶稣的名，断绝与观音的关系。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断绝与佛的关系。断绝与佛的关系。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断绝与王大宪的关系。我奉耶稣的名，所有忧伤离开我们。所有罪的邪灵离开我，所有罪的捆绑离开我，所有的锁链离开我，耶稣释放我，赐给我自由，我全心跟从神，遵从神，爱神，
好了，现在你们不用说哈，我现在是我说，奉耶稣的名，所有的黑暗的权势都离开，所有黑暗的权势都离开。你们可以用口吹出来，小力的吹出来。奉耶稣的名，所有的邪灵要离开，所有黑暗的权势要离开，所有的忧伤要离开，所有的邪灵，偶像的邪灵要离开，不可以留在这里。偶像的邪灵，所有的道教的邪灵要离开，所有的道教的邪灵要离开，所有的接触灵界的带来的邪灵你都要离开，带来接触灵界的邪灵都要离开，不能停止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所有罪带来的破坏带来的邪灵都要离开，所有的奸淫的罪带来的邪灵你要离开，奸淫的罪带来的邪灵你要出来，你要离开，所有的淫念带来的邪灵你要离开，淫念带来的邪灵要离开，手淫带来的邪灵你要出来，手淫带来的邪灵你要出来。奉耶稣的名，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所有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奉耶稣的名，所有偶像的邪灵要离开，所有忧伤对神没有信心带来的邪灵都要离开，所有的忧伤都要离开。神释放我们，神是平安喜乐的，所有忧伤离开，让我们有平安喜乐，有平安喜乐，哈哈哈！感谢天父，邪灵离开，奉耶稣的名赐给我们平安、轻松、喜乐，赐给我们平安、轻松、喜乐、自由。奉耶稣的名，所有捆绑在里面有不舒服的，有什么捆绑的？你里面有觉得不舒服的，你可以举手哈，你举手。你里面觉得有些堵住的，有些啊在心口有堵住的，啊你就举手哈。奉耶稣的名，所有黑暗的权势要离开，所有魔鬼的力量要离开。啊，你不要拉我的手，不要拉我的手。奉耶稣的名，黑暗的权势要离开，黑暗的权势要离开，黑暗的权势要离开，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有自由、有平安、轻松。所有黑暗的权势不要停留在这里。耶稣释放我们的灵，耶稣赐给我们平安、轻松、平安、喜乐，让我们赐我们自由。哈利路亚！耶稣是得胜的，耶稣是得胜的，耶稣赐给我们自由。所有的骄傲带来的邪灵要离开，所有人的骄傲，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了不起的，所有啊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都要离开，这些罪啊，这些误会要离开，这些误会要离开。神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平安轻松。我们依靠神，我的生命在乎你，在乎神，我的生命在乎神，完全在神的手中，我的生命在乎你。感谢天父啊，赞美天父，神释放我们，赐给我们自由平安，完全的平安轻松自由。感谢天父，赞美天父，神是自由的神，神是轻松的神，神是平安的神，神是医治的神，神与我们同在。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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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谁还觉得不舒服的？停留在这里啊，我们为你祷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哦，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叫所有的忧伤离开，叫所有的忧伤离开，所有的忧伤啊！你不要拉我的手，不要拉我的手，不要拉我的手。你不住在这儿。耶稣，耶稣，释放他的灵，释放他的忧伤，
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神啊，将所有忧伤释放出来，所有忧伤释放出来，叫我们平安。哈利路亚，耶稣有神真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觉得好，现在舒服啊！你将你的手放在不舒服的地方啊，将你的手。奉耶稣的名，所有里面的捆绑要离开，你吹出来。耶稣将里面所有不好的东西吹出来，奉耶稣的名，所有魔鬼的作为要离开，所有黑暗的权势要离开，帮助我们处理生命，帮助我们不被罪影响，不被人影响，不被环境影响，不被负面的想法影响，帮助我们信靠神的爱，信靠神的照顾，信靠神的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平安喜乐，将重担都吹出来，完全的轻松平安喜乐，完全的轻松平安喜乐，有神爱我们。哦，耶稣释放他的灵，吹出来。哈利路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的捆绑都放下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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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好，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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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真好，耶稣真好，你放松哈，哦，你感受力量推动你放松。我手拉住你的，你不会跌倒的，你放松。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允许，允许这个力量摇动你，放松，允许这个力量摇动你，啊，就好像飘到神那里，飘呀飘，飘呀飘，飘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飘呀飘，飘呀飘，飘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飘呀飘，飘呀飘，飘到耶稣怀抱里，哈利路亚，飘呀飘，飘呀飘，飘到耶稣怀抱里，哈哈哈！感谢天父，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有没有？你就是继续处理生命，就会常常在神的平安里，平安里面哈！哈利路亚！好了，我们准备吃饭，下午再有聚会。你觉得怎么样啊？他就是刚刚你在上课的时候一直盯着那个墙壁看着那个墙壁就哭了头怎么扭都扭不过来耶稣好
啊，想着耶稣啊，求神开啊，闭上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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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闭上眼睛，我们都同心，我们都闭上眼睛。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神祝福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医治他，医治他，怜悯他，医治他，哈利路亚，神医治他，怜悯他，医治他，怜悯他，帮助我们全心跟从神，走神的路，爱神。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救你一切黑暗的人，哈利路亚，释放可悲的心灵，释放，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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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利路亚，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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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哦，耶稣，快到你面前来做你爱的孩子，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靠，哈利路亚，耶稣，你爱的孩子。赞美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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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